有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不重要了，重要就是我先，不是、啊、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，是，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啦。没有，对现在身边没有多少。哎，没有啦，有，谢谢大家关心。你笑得很，不是啊，就是还是以工作为主啦。然后我觉得感情的部分，就是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多一点空间，就这样好不好？多点空间，对，谢谢，就先这样好不好？自己人吗？就谢谢大家关心啊。是啊，不是。不是，就好朋友，就朋友介绍，就之前一起就是蔡昌宪介绍，蔡昌宪一直说帮我介绍，然后都没有帮我介绍，他很忙好不好？是你才帮忙弄的啊？真的吗？谢谢你。不是啊，就是朋友。对不对？就朋友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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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我的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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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跟全面我现在没有太大的想法。前阵子的时候有认真去那个霞海城隍爷庙拜月老，而且我那时候想要求姻缘的时候，那个国贤哥还跟我说，你要在家里摆什么？百合花，然后下面放粉水晶跟黄水晶什么一大堆，他就这样跟我讲，因为他就说他也有摆这个桃花，但因为我放了大概两天之后，我就想算，因为我觉得我家狗快昏倒，因为百合味好重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不重要啦，重要就是我先，不是、啊、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。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啦，就之前认识的朋友，然后后来可能哦，就聊到天，就大家讲，就敲你吗？对，就对，密我，对，先密我，谢谢，感谢他的密我，对，感谢他的密我，对，感谢他密我。我的交友的想法就是，我可以接受大我七岁，小我五岁，到差不多这样。然后就是要孝顺，然后要爱狗，然后爱我家人，对。爱我，爱我不是需要的，就是外貌协会。我觉得我不是，我不是外貌协会。我觉得就是相处的感觉很重要。长辈当然也会关心你的那个交友状况啊，都怎么回答？反而是我妈妈跟我说，就是叫我就先以工作为主，然后因为她觉得。你去年好不容易有得到一个肯定，那你现在就是好好以工作为主这样子。那他也没有说不能交友，他是觉得支持，他觉得你就是你开心就好了。